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，色拉油，盐，酱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鸡蛋磕开，放碗中，小锅中微微放点油，不必多，加入鸡蛋煎，同时在鸡蛋上加点点盐，一面煎好后，翻面再煎，出锅后，加点酱油，使之更入味。烹饪技巧，最好用不粘锅煎，这样鸡蛋不会粘在锅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